OK，签到。那我先把这签到处理一下。马占民是那个西红柿那个是吗？是的，是的。OK，那我们先开始，然后先讨论一下刚才在微信群里发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微信群里面设一个投诉机制，给设一些条件，如果符合这些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移除。我先说一下我为什么要提这个，提这个想法，今天，因为今天已经移除了一个人，他是至少发了2次公众号，这个是明确禁止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也没有明确的违反我们的规定，但是可能会比较烦人，或者经常说一些跟那个群不太相关的话题，但是呢，可能又不太好意思把这个人指出来。那么我们就提供一个投诉机制，让那个，我们会审核，如果大家认可的话，可以把这个人移出去。关于这一点，大家有什么，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有什么想法可以提一下？就这个第19行。觉得可以吧，就是说，只是说，看是一个怎么着，怎么的一个投诉机制吧。然后，是说私聊呢，还是说怎么，就是怎么的一个，就是投诉给谁这个？王顺有什么建议吗？我没有，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说不准发那个公众号的文章，那我们自己的公众号会在里面发吗？不发。也不发。对。就是技术群那个，就是纯粹实际上就是什么都不发，什么就是不管是公众号也好，链接也好，都不发的。然后这个链接的话，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比如像 GitHub 这种，基本不会有广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允许。但是这个的话，我觉得现在可以考虑，或者以后也可以考虑。但是公众号这种的话，通常都是那个推广。啊，还有的比如说是有些人经常喜欢说些闲聊的话，或者无聊的话，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在比如说其中一个人问了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比如说一些这么简单的话也问题也会问啊，或者这种会让别人感觉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可以，可以给别人设一个投诉，不然的话有一些人捣乱的话反而会让就是本来很遵守规则的人反而感觉不舒服，出于这么个考虑。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但是我们怎么就是怎么找出这些人啊？说的那个上面提到的投诉机制，我目前想到的有这么几种方式，可以在公众号后台发送投诉。公众号后台邮件，发送投诉，写明理由。
然后就是在公众号后台或者邮件发送的投诉，然后写明这个投诉谁，然后理由是什么，然后如果我们认为可以的话，我们就会去去，比如说是他的理由正当，然后我们会去把这个人移出去，如果理由不正当的话，我们再跟这个投诉的人去协商一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行，我觉得如果他那个投诉理由正当，我们也可以先提前给那个人被投诉的人，要不就是发个私信或者是邮件警告他一下，先给他提个醒，然后这样再让他们都明确一下我们的那个规则，然后他要是还是有这个情况，OK， 我不改正。这样，大家还有别的建议吗？Hello， 能听到吗？能，可以听到。哦，我没有了。OK， 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下一项。我们这个公众号运营了快一年了，然后其实也不太知道关注我们号的人对我们号的这个印象和评价是怎么样的，所以想要是不是能发一个投票，然后说了解一下关注我们号的人都希望有哪些类型的文章，以及现在文章的质量是怎么样的，认为是比较好还是需要有待提高，以及其他的建议，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能提供更好的服务吧，然后也能增加这个长读那个公众号文章内容的一个比例。然后这边是有个数据，有个用户分析，然后这个长读用户分析，我们这里边的长读用户比例是11%，也就是说有370多个人，373个人经常阅读，然后那么我们总人数是3600，那么其实如果某一篇文章低于这个373的话，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如果高于的话会比较好，然后我们的重点其实希望能把那个比例提高，是出于这么个出发点，看大家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比如说投票的内容是什么呀，或者该怎么设计这个投票。我觉得投票内容可以，一个是就问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一个是直接跟那个 Jenkins 相关的技术性的话题，或者是像我这样就是兴趣做志愿者工作的话题也可以，因为本身就是 Jenkins 的使用我用的不多，在我平时工作或者okay.
如果还没有想到的话，我们可以继续下一项。然后第三项是考虑定期的发起志愿者招募，然后例如在寒暑假之前，因为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很多在校大学生可能会更有时间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从我们这一次招募的情况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容易招募到的。但是下面有列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需要多少人，第二个是组织，我们组织。然后其实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假设我们的组织的比较好的话，比较理想的话，我们可能需要的人，需要的人越多越好。但是如果组织的不够到位的话，可能反而人太多会比较分散我们的精力。所以说我觉得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组织。关于如何组织的问题的话，大家看有什么那个建议和看法。然后那王顺刚才那个声音比较嘈杂，我就给你进来，然后你方便的时候可以再打开，然后再提一下我这个关于如何组织和以及人数的问题。那个王燕，你的那个 GitHub ID 是多少来着？你在听课？刚才？嗯。你刚才在听课？在开会。走吧，我们去刷牙去，小心。他刚才比较忙啊。关于我们志愿者招募这个人数和如何组织方面，大家有什么看法吗？你那个复制错了，师姐。啊？你复制错了。下面那个。哦，我错了，我错了。哎，换句话说，我刚才那个再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组织办法的话，人数就不需要特别多，或者说我们可以，没有很好的组织方法的话，也可以，就是说面向任务似的。然后我们比如说，这个这儿的任务列表，我们可以列好一些。比较清晰容易做的一些事情都列出来，然后让大家去认领，然后认领完之后，这个的话还是不需要花很多精力去组织的。就是我们需要志愿者是平时就是像这个平台公众号还有那个微博博客翻译就需要很多志愿者，还是说我们就是有活动像这个编程比赛的时候会需要比较多的志愿者？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像平时的翻译的文章的话确实是挺需要的，这边已经列了很多，然后是需要有人翻译，然后这是长期需要的工作。还有一些比如说如果他是计算机相关的一些那个专业的话，比如说我们这个网站现在这个呈现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所以这也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加入进来做的。还有一些就是时效性比较强的某一个活动相关的，那个就得看活动是不是有赶上了。但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很多精力来去组织这些志愿者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靠一些比较零碎的任务让志愿者来去做。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想法是把完成志愿任务的这样的话，也一个是我们做一个记录，另一方面的话对那个志愿者来说也算是做完个志愿活动有一个记录吧，
嗯，都是记录的意思吧，这样会比较好一点。我觉得刚刚那个结论就是人数的话没有一个明确的限制，现在那个燕军说什么，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这个人数这块的话，其实主要还是跟这个就是说认领的这些任务相关的，因为从这块其实就是说主要还是相当于是把这个任务去压缩，相当于压缩比如说哪些任务一个就是哪些任务可以去排到某一个人，或者说他自己认领到这几某几个任务上，然后他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可以去完成一个或者是几多个这种任务的话，这样去排，这样的话就是能计算出来到底就是我需要几个人，因为其实就是说这些东西其实还是能预估出来的，不会说是太就完全没法去预估的那种。对，确实有道理。但另外一个考虑的点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有20个志愿者报名了，当他在报名的时候可能对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呢并没有那么清楚，就会导致一个问题是说他对我们的这个志愿活动不一定真的特别感兴趣，那么所以说这个人数会缩水，就好比我们的活动一样，比如说有100个报名参加活动了，通常情况是不会等于100个的，可能比较理想就2/3，这个2/3这个数字虽然不准确，但是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假如需要5个志愿者，那么我至少应该招10左右，最终可能才会落下5人来。当然这个人数结论是还是可以相对比较确定的。对，这个是肯定的，就是说主要第一就是说主要还是取决于这个志愿者的这个积极性，或者说他对这个他对这个活动的这种态度也好，或者说感兴趣程度也好，这个是肯定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怎么着就是说让首先怎么着能让他对这个活动的就是有一个比较清晰比较一个就是最起码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然后让他能了解到这块里面就是具体需要有哪些真正能了解到那块内容，而不是说就是把这些任务只是按照这种任务的形式去分排列出来，但是对于这些任务真正需要去做什么，然后或者怎么着，就是或者他需要去考虑哪些东西，然后就是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怎么让他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对全局观的一个认识，然后他能在这其中就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明白。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首先我们自己要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很清晰和整体的认识，第二呢，然后把这个任务还要拆分的细一点，然后拆分的好操作一点。比如说我拆分的细一点之后呢，它可以接2个，这样的话至少知道我在做什么，以及我完成的标准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在跟那个志愿者同步这个状态的时候，可以先整体说这个事情，但是最终落到点上的时候还是他肯定还是需要知道到底需要做什么。所以我们这个整体和具体的任务还是都要考虑，对吧？对。OK。那要是按照这个标准或者要求找，感觉就是有工作经历的人可能比学生更合适，就是他有这种有这种项目经验可能。不一定，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
这个志愿者的参与的这种，他参与的这种工作也好，参与的这个任务也好，他其实并不一定说真正跟这块有特别强的这种关联性，他只是说负责其中的，就是说，比如说像就是在这个比赛活动里面，可能有签到，或者说有一些那个，就是提前设备的这些调试了，或者说一些那个场地布置之类的，这些其实就是说很多大学生都其实是，有些这种就是参与过一些这种志愿者的这种活动的，所以对于你刚刚说的这个其实并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关联性吧。OK， 所以我觉得是看情况吧，对吧？如果具体情况看怎么具体的去安排和细化某一件事情，然后有一些可能需要比较多的经验，有的可能还比较好，比如说像翻译文章这种的话，应该我觉得就是对技术稍微懂一点，然后有一定的英文底子，应该就是比较可以的。有些的话可能需要他一些组织能力什么的，不管怎么着这个应该是对志愿者会有一定的锻炼和学习的一个效果。那个王燕，然后如果你看你是不是需要发言的。你好，是这样的，之前没有参加咱们的会啊，最近比较忙，不好意思。就是针对志愿者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应该区分什么是社区志愿者，什么是活动志愿者。就是你每次活动，针对这次活动需要几个志愿者，有什么活动列一下活动内容。但是针对社区的这个，应该分开来管理。这个很好的一个建议。那个宋聪，你的 GitHub ID 是什么？帮忙发一下，我把你加进来。我们上面有一个签到的一个地方。给我觉得刚才的那个建议是很好的，然后这样的话，对于志愿者来说也很清晰自己来参加志愿的一个原因和目的吧，然后也很这样应该比较好一点。OK， 还有其他的吗？那我们现在招到的志愿者大概都是什么背景？就是大部分都是学生吗？或者什么专业的学生？哪些学校学生？燕军来给介绍一下。现在的话，有学生也有参加工作的人吧。然后，大概有现在是将近10名左右吧。然后，有大概五六个是学生，然后但是这些学生的话，就是不全是在北京，然后大部分都是在外地，比如说像沈阳啦，或者说天津，山东这些的，还有上海的，然后专业的话不等，就说有他们其实并跟那个计算机专业并没有太大相关的这种专业。大部分都是其他专业的，所以就是，而且我看到就是说有几个是在大学当中就参加过多次这种就是说志愿者活动的，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工作的话，大部分都是就是我看到的，好像大部分都是运维类的。就是像宋聪还是开发，然后那个叫什么来着，另外几个好像是运维类的，其他的就暂时没有了。我是之前就是一直学的是 Java 的。
对，所以就是说，其实大学生他们也有，就是说有一些就是参加这种活动经验的，而且，天津有一个学生，他是就是组织过有些那个这种志愿者活动之类的，就是省级的、市级的，好像都有，好像是省级和国家级的都有。但是我不太清楚，就是他到底到时候能不能来参加，这个不太确定，所以到时候还得再去，跟他去碰一下。所以，从那个现象来看来的话，还是会有很多有才的人能招进来，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很好的，和这些志愿者合作起来的话，可能最终的结果是说，我们可能得不到他们的帮助，有可能是我们还比较混乱，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没有招募过，然后还可能有些其他的原因，所以说应该不发愁没有人来加入，就发愁我们看能不能很好的组织起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考验人的，也是有挑战的。我觉得就是怎么着，怎么减少这种志愿者的流失，这个也需要考虑一下，我觉得可以记一下，我这会记一下。然后关于是因为是咱们尽量不要超过一个小时，然后如果志愿者这块如果没有其他的想法的话，我们继续，当然后面有想起来什么东西的话也可以继续补充。然后下一项的话是王顺提的，然后给公众号加个目录的分类。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公众号这边的它对接了一个后端的程序，是在这块儿。这儿接了一个程序，那么它这个里面规定的是当你接了程序之后就没有办法去显示这个菜单。或者准确来说的话，是因为我们看上面提示了。是因为我们这个账号是个人的，所以个人注册的，所以我们这个权限还不足以提供这么一个菜单，应该在这儿，他说应该没有。哎，我之前在那种就是个人公众号上看到过，就是那种分类，就是你要点那个就是录语音。然后你要改成那个什么，好像是改回到输入文字嘛，然后反正就是它下面会出现三个那种跟目录一样的，然后就是想找具体什么样的那种。他那是就是说，订阅号是分那个什么，分那个就是个人和组织或者公司这种的。那个刚才王顺提的是个人的，是王顺你可以试一下，然后打开公众号回复那个。我们其实有个关键字搜索，然后后面加上你想搜索的东西，比如搜索活动，然后他就能给你搜索出来。不是，他说的不是关键字，他说的就是说是。我知道说的不是关键字，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做不到那个东西。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是以个人的这种来申请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如果说之后有可能就是，如果可以通过就是其他公司然后来把这个申请这个公众号的话，到时候做那个公众号迁移就可以了。这个是一个是这个人的，另外个人呢我们是用那个后端的一个接口后端程序来做的，如果不是那个什么的，它其实也可以设置那个什么的，设置那个菜单的，但是它那个有后端程序就没法设置菜单了，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可以通过命令来通过关键字来检索。但是我刚才那个试了一下，可能是程序有点问题没搜出来。关于这个问题王顺清楚了吗？哦，我清楚了。哦，对这个公共账号运营不是特别熟悉。Okay. 没有问题，我们下一个是有可能没有跟大家同步过，但是跟王顺提过，然后有个叫贡献者采访，因为
其实对我个人来说，参与开源社区的时间并不长，然后社区里边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参与了甚至有10年以上的，所以他们经验比较丰富。所以我之前想的是说，通过一个采访的方式能，一个是我们能学到一些经验，另外然后把这些经验能再分享出来，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然后有可能很多的开源社区的贡献者是国外的，可能需要口语比较好一些的人来协助这个事儿，然后呢也需要然后呢也可能也需要出一些稿子。但是这个事儿并不着急，但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子。然后王孙，你如果现在有一些想法的话可以提一下。没有的话我们跳过也可以，因为这个不着急。那我们先跳过吧，等我有一个大致的想法或者是组织比较好了，我们在某个例会上可以详细讲一下。对，或者说我们遇到一些有采访经验的志愿者呀或者其他的成员加入的时候也可以再继续。行。OK。然后这是上一次的，下面上一次例会的内容。然后关于上海这块的话，高荣英今天没有参加，然后我们就先跳过吧。然后那个这块应该是等他参加的时候再说吧。然后北京这块的话，这个也是上一次定了的，然后目前的状态是。活动，但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大家帮忙把这个活动，需要现场工作做好，需要把这个做好。看我们的那个上面的这个访问量还是比较差的。才不到300个，上一个活动有1300个，然后再上一个1900个，所以说我觉得至少应该肯定要比这大的多才可以。然后燕君要说一下这个志愿者方面的事情吗？关于这个活动上。我这边暂时没有了，刚刚其实大概说了一下，然后怎么说呢，我感觉就是说这周然后就是可以就是来参加同步会的，然后到时候大家定一下，然后就是看看有没有谁愿意把这个就是任务这块然后就是管理一下，然后就是去做个安排之类的，然后按这种就是还是按我刚刚说的这种任务去压缩到某个人或者是某几个人这样的，然后最后看看就是跟我们就一起讨论一下。OK， 关于活动宣传这块大家有一些好的建议吗？然后下目前宣传，不好意思，没事，你说。我想问，我们现在目前宣传就是主要靠那个公众号是吧？我这个介绍一下，现在有公众号，然后我们的官网还找了国内的一家那个做开源社区的，他们叫开源中国，然后
还有找开源社他们去推广，还有一些微信群里面，然后我自己在我的领英上呀、头条，还有一些其他的媒体平台也发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博客呀，或者其他领英呀，或者什么知乎呀，乱七八糟都可以发一下，朋友圈啊什么，目前是怎么做的？其实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有力的宣传的点儿或途径吧。哦。OK， 王燕。哦，是这样，我是觉得那个 Jenkins 这个技术，首先来讲，它就是做那个pipeline 嘛。它跟那个 DevOps 的关系其实很大，一般如果想对 DevOps 了解的话，多多少少会知道一些 Jenkins。 我们写宣传的时候最好也把 DevOps 加上，就是这样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 Jenkins。 嗯，其实我们加了一些，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可能我们的文案工作做的不是特别好，然后另外的话，王燕不是也在那个 DevOps 的那个活动里边，是不是可以跟他联系一下，看是不是他们有兴趣跟这个活动去做一个对接合作啊，交换一些资源之类的。之前我有给那个朱婷，发给你名片，你们没有联系吗？之前是吧，我记得你发过的应该有联系，我看。然后，那我回头再问一下吧。你再帮忙问一下。行，好的。那你待会儿再发一下他那个号，我记得当时应该联系过，我们可以再联系一下。好的。然后。我感觉就是刚刚确实有可能还是跟我们的那个什么有关系，就是文案或者说是一些那个，因为现在大部分他首先看的是你的那个标题，如果说你的标题没那么吸引人的话，可能对于他来说就并没有特别大的一种吸引力。然后，我个人感觉可能就是标题这块还是比较重要，但是内容肯定也还是比较也是比较重要的。嗯，是的。OK， 下一个活动的话也就是本周六了，然后这个应该也没有太多的说的了。然后或者大家看有什么要同步的也可以同步一下。然后后加入的同学也可以看上面写的一些内容，还有没有需要同步的。其实这块是有个任务的，是上一次例会也是用的这个 Markdown 的形式来记录的，这一次也是。然后但是我们的官网上还是没有一个地方来能看这些会议记录，然后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试一下怎么让它去显示出来。然后另外一块是教程这一块，教程这一块的话我相当于开了个头，描述了一下这个教程大概应该怎么写，有那些信息，然后下面也可以留言了。现在说起这个留言的话，确实还收到一个留言了，这个还是有小伙伴比较积极的有。然后这个小伙伴提到的话，他是希望能展现出来一些这个照片呀或者之类的东西。我给他回复的是说因为我们上面是季度性的嘛，然后也比较简单，我们奖励的东西也比较简单，所以可能
我个人感觉可能不太需要展示那么多东西，如果展示那么多的话，感觉像看起来像是一个比较隆重的一个事情吧。不过他的建议还是比较好的，大家看看这个，如果有别的想法的也可以提一下。目前的话，我们这个奖励只能是给一人一本书，给五个人。哎，他说的那个照片展示是有关那个举办活动的照片吗？他说的应该是书的那个，就是说有哪些书之类的吧。这上面写的我觉得可能是说做的贡献的内容，以及他自己的生活啊工作场景，他可能像起来就是说更多的了解这个人是做了什么，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么理解。对，但是这个说实话就是没那么好去统计，因为首先大家工作的地点不太就是都不统一，第二就是说就是可能有些人做出的贡献他并不是能直接通过这些来体现出来的，所以或者说像我回的那个内容的话，如果我们的是比较大的一个奖励的话，年度性的或者甚至是时间更长的，然后比较隆重的，我觉得让对方提供一些这些内容的话，我觉得首先他应该也能提供出来，对吧，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也会比较方便，比较合适，所以的话我觉得暂时可以不提供这些东西。然后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教程这块儿，教程这块儿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东西的。可以，第一个是我们从那个群里面可以看到一些，经常会提些什么问题啊，然后我们其实有的人可能知道应该什么样子的，在群里边去回一句话两句话，其实对于回的人来说，可能并没有很多提升的空间和帮助，然后也不系统。如果说比如说我这边写了一个如果找不见密码之后该如何找回密码的一个介绍吧，当然可能不一定那么完整，但是这样的话如果我写的不完整，下个人看哪儿不完整或者有错误的地方的话就可以更正。这样之后其他人就看了会比较有价值吧，我觉得。然后关于这个形式呀，然后风格或者其他任何点，大家有什么想法的可以提一下。我刚刚没听太清，我刚刚在给别人回话来着。我刚刚就问对于这个教程的内容格式风格这种目前的状态，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有的话可以提一下。我怎么说呢，就是其实现在很多那个什么，很多这种你说教程的这种就是分类，还是说是教程的，就是教程这块的这个展示内容、展示的风格之类的。然后呢？不是，我就说你刚刚指的是说，这块的展示风格还是什么意思？就展示风格啊、内容、格式之类的，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或者其他的想法都可以。因为现在其实就是本身是以 Markdown 这种形式去做展示的，然后内容就说是这些内容也好，或者说这些
就是甚至左边栏，左边的这个菜单栏也好，它其实都是通过那个去做的拼接，然后，就是正现在的很多那个市面上用的那个，前端的那个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你用过没，就是那个 Layer UI， 那个好多人都在用那个。对，那个可能我不是特别对前端有了解，但这个跟 Markdown 的并不冲突，就是这个里边和感兴趣可以了解的，它也是背后都是HTML 页面，也可以加 CSS， 也可以加 JS， 都是可以加的，只不过我对前端不是特别了解，所以说现在效果看起来不是很好。刚刚那个谁，刚刚通辉说那个 GitHub 好像确实专门做这种教程类的。GitHub 其实 Gitbook 它那个肯定比咱们的要好，但有问题的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我对它不是很了解。然后看我的几个想法是说，怎么能跟咱们这个就做集成？另外说，如果我们把内容放到它上面的话，对我们的那个流量有没有帮助？然后另外就是说后续的一些管理这些问题有没有管理的问题啊之类的，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都没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对我而言，我可能最大的问题是不是特别了解这个，但我下面可以花时间去了解一下。这个我说一下哈，这个 Gitbook 的话，那个可以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本地去构建，然后就是它可以生成一些 HTML， 把这个 HTML 放到 index 下面就 OK。这我们的话可以就是，比如说我可以单独再给我们那个 index 那个之后下面单独建一个仓库，然后这个仓库专门做教程，然后就是这个生成的教程之后，就是放到我们那个NGX 的某一个目录下就 OK 了。你说做链接是吧？链接直接链过去对吗？不是，你把这个它生成也是 HTML 嘛，你把这个 HTML 那个发布的时候，就是发布到那个这个域名下的某一个目录下就 OK， 然后那个上面那个点一下就过去了。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你相当还是做了其，就是说它代理之后代理到其中的一个目录，然后还是链接。对对对，是的。那有个问题是说，我们用了它以后会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我觉得它的主要是排版比较好啊，什么之类的。什么比较好？排版。可是排版比较好的话，你刚才提到也是把 HTML 文件传上去，但那个文件也是我们产生的，所以它会变得更好吗？你可以，要不完了看个 demo 好了。对，后面可以咱们看个 demo 比较直观一点，可能口头上说不清楚。对对，是的。OK， 行，那这个就后面看个 demo 吧。还有别的想法或建议吗？我这边暂时没有。另外就是，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Hugo， 然后把这个我们的例会的内容也展现出来，目前还没有展现。OK， 其他的我没有问题了。有没有就是第一次参加例会的，然后想要上来发言的，可以发一下言。对对对。然后自己介绍一下大概。行，我可以起个头，然后我是这么想的，
开源社区最大的好的地方就是它是开源开放的，开放就是不但是说这个干货代码是开放的，文档呀，还有我们的这个讨论管理和治理都是开放的。最关键的是说，每一个参与到这个事情里面的，不管是活动啊，还是代码，还是其他的东西，都是能够做到共赢的，就只要你参与了，都是能有收获的。然后其实我个人也不太推荐那种做一个事情的，然后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那个。当然这个好处呢，可以是金钱的，也可以是说自己的这个荣誉啊，或者说经验上的，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假设举个例子的话，你从来没有做过管理岗位，然后一下让你上的话，你肯定也搞不好的。但是在社区里边也需要很多管理的工作，那么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做，然后这样对个人的锻炼还是非常的有帮助的。然后呢，所以重点就是说我们是开放而且是共赢的，所以说有任何好的想法就可以提出来。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参与社区志愿的有没有就是大概的分工啊？就是比如说像写稿子，讲到那个什么奖品赞助这种，就是具体的赞助的信息要去找谁啊，或者是那个方面信息我具体要找谁，还是每次有任务就是大家分配一下，然后每次都会不一样。分工的话，关于目前的活动的话，赞助都是我这边找的，当然任何人都可以给我提供信息，我让我去联系，或者说你帮忙去联系都是可以的。然后志愿者的总体工作这块是燕军在负责，然后关于活动的一个组织安排的话是那个李楠来负责，然后其他的是不是我已经覆盖到了？那关于那个中国社区，比如那个网站本地化这部分，这个也是我来负责的。然后还有燕军应该也有权限。那像那个账号之类，比如你那个公众号的账号，或者是那个报名的那个邮箱账号，像这样的会在。账号类的话 ，OK， 不好意思打断了。账号的话是这样的，我们是共享的，就谁都可以拿到账号。然后那公众号的话不太一样的是，你拿到账号也没用，因为你还需要拿微信去扫。所以的话，你需要在我们的仓库上提一个 PR， 然后把你的微信号提上去，然后通过之后，你就可以拿你的微信号去登录了。其他的账号都是共享的，如果谁想帮忙同步一个文章啊，发一个文章就可以拿到这个账号的。好的，谢谢。然后宋聪的问题是，现在人数大概多少，指的是什么样的人数？其实我们没有一个理论上的工作人员，开源这块社区的话，其实从长期来讲的话，并没有一个，怎么说呢？因为跟上班不一样，工作不一样，没有，我们不会签一个合同的，我们不会签一个3年或者5年的合同的，理论上任何人随时都可以加入，随时都可以离开。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建议的话是说，
可以比较，比如说至少参与个半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然后你再决定继续还是说放弃，或者是说或者说你这段时间忙没有关系，其实不算你放弃。当然你也可以彻底不参加任何活动，这也没问题啊。但我建议如果是说你参与这个其实跟你工作一样，然后如果你立马觉得跟你不适合，你可以说不参与没有问题。如果你需要考虑的，最好参与上一段时间，半年甚至一年才能知道适不适合你。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限制，所以现在人数是多少的话也其实没有一个理论，拿不出一个数字来的，可能下次立马人多了或者立马人少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边的话没有什么其实我换一个说法是这样的，你可以把自己定位成这个社区的长期员工啊，一辈子员工可以，你也可以把自己定位成就参与一次活动的也可以。所以说你可以把你定位成这个社区的管理者，我们会给你一些管理账号的权限，这都会有的。所以说一句话就是看你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样子的。明白，就不知道我刚才的那个回答有没有解决了你的疑惑。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目前的人数就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人数吧。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按照王燕的想法，就是分为社区志愿者和活动志愿者，把我们现在有的志愿者分一下类，然后社区志愿者可能就是比较长期的。就像我现在参加的另一个志愿组织，我们就是有一个，有一个怎么说呢，核心团队嘛，然后就是我们五个人，然后就是大概是，一般是两年，然后。等我们办具体活动的时候，可能会找一些学生是作为具体活动的那个志愿者，然后他们就是比较短的。对，王燕那个刚才那个建议非常好的，我们可以后面把这个建议呢采纳起来，然后让志愿者也心里很清楚，就是我是这一次活动的志愿者还是有长期的这个决定权的。首先我们说清楚，然后这个决定权放在志愿者手里，这样比较好一点。这个我大概说一下啊，就是说我在加每一个志愿者的时候，其实我都会事先都会问大家是想要是做长期志愿者还是说想要做短期的。就是我加的这些里面，除了有一个昨天有一个之外，然后他说是本来想做短期的，但是后来听说因为活动的话可能是要涉及到三天，就是两个白天然后加一个也不能算一个晚上吧，就是一个晚上那个签到时间的那个活动，然后可能他就直接说要放弃了。然后其他的话大家都其实是一个长期的，可能就是抱的态度的话可能就想要做长期，但是最后是怎么样的但是就是说不准。主要看真正就是说他跟这个活动或者说跟社区能不能产生到一个一定的这个匹配度，或者是就是起到一点就是有些火花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吧。如果能起到这样的作用的话，其实就是说可能他能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如果说时间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这种磨合，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的话可能就待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 OK 没问题，那我们尽量不要超过一个小时，然后有下议题的话可以下一个会去继续讨论，实际上我们已经超时了，然后继续的讨论可以在群里面讨论，然后如果没有比较大的问题的话今天的会议就
就到这儿了，我们尽量控制时间。OK， 嗯，谢谢小齐，谢谢大家参加今天晚上的例会，好，拜拜，好嘞，嗯，拜拜。